二姐英雄联盟手游职业联赛精彩瞬间。本期第五名是来自微博 gaming 背影刺客的猴子，果断开团强势追击，怒拿三连斩。当人面前入也太过分了吧，瑞文在旁边开着扫描瑟瑟发抖，猴子看不下去了，瑞文猴子两面夹击，腾云突击瞬间突袭，大闹天宫带个眩晕，螳螂慌忙闪现撤离，猴子跟闪二段制敌，螳螂还想拉扯，一棒让你倒地，墙的那边队友还在拼尽全力再给加里奥一击，腾云突击一棒敲碎，持续追击，秦刚也你往哪里走，正面封你退路，快回泉水里去，瑞文闪现一刀 buff 灼烧，三杀到手，天宫大闹。本期第四名是来自 EDG Alone 的维鲁斯，无解炮台持续输出，一波拿下。酒桶开团，龙女进场，赵信击退，凯大格挡。我们来看维鲁斯无解控场，炮克拉满。维鲁斯找准位置，精准大招禁锢，规避对面进场。腐败锁链持续蔓延，两个金身敌人退散。龙女先倒，猴子半血一剑贯穿，最后一发穿云剑，慢走不送，挥手再见。本期第三名是来自 EDG 小张的阿卡丽，闪转腾挪来回突刺，下团战。维鲁斯大招禁锢，猴子原地束缚，如果你是阿卡丽，你是右切绕后还是正面输出，阿卡丽显然已经有了答案，损武先给酒桶挂上，二段突进寒影减速，酒桶精身原地躺， A 接大招闪现一刀，寒影秒你，损武给兵潇洒后靠，侠阵一开反向逃跑，又是一波团战，阿卡丽这位置正面可全是人啊，阿卡丽损武一挂，等待对面脱节，二段进场寒影接大，侠阵一开 A 接寒影打出龙女闪现，忽然闪现二段大，龙女直接倒下， A 接寒影再收卢锡安，金身耍帅等待队友支援，泰坦接大，阿卡丽极限距离损武再挂，二段跟上勇破三杀。本期第二名是来自 OMG Closer 的青钢影背月一一秀二，黑血反杀，这兵都到塔下了，青钢已不准备走，看来想操作战术横扫，先打点血，对面这俩人怎么不管我，刚交完二踢脚点火鳄鱼，鳄鱼终于按耐不住冷酷不裂，青钢已光速勾塔连踩两人，鳄鱼刚死升了个五，布隆极限支援，卡米尔锁血开大 A 接两脚点秀反杀。本期第一名是来自 EDG 小张的阿卡丽，刀尖跳舞来回穿梭秀翻全场，嚣张的阿卡丽也太绝活了，这一把比赛直接乱秀，鳄鱼先上来碰一碰，满怒横冲眩晕，半道就被挂了个损武，等他折回去阿卡丽飞过来了， A 接寒影接大，侠阵一开开大鳄鱼，你看戏去吧，你闪我闪，寒影再接大招二段，一发平 A 送你回拳， Nova 龙打了一半， EDG 给堵住了，路口传来一道光柱，天神马上就要下凡了，咻，这阿卡丽鬼一样的打完一套就钻侠针，开大鳄鱼又在旁边转，抽空还把加里奥给偷了，损武挂上，哎，你干啥，寒影接大，血条瞬间蒸发，收掉鳄鱼拿下双杀，这可是盲视野啊，阿卡丽这判断属实无敌，忽然闪现大招收掉吉格斯， Nova 刚反应过来，损武挂个加里奥越墙，顺便还下出来卢锡安的闪现，二段又回去了，情况不对，二段大招直接撤退，侠阵规避转头再追，寒影一发 A 接损武将你拿下，加里奥嘲讽我不活了，再来一刀铁血三杀，我切了我切了， OKOKOK 拿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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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龙跟谁，接龙跟谁，没死没死，一滴血，你看龙队，看龙队，看龙队，我看龙队，我看龙队，你慢点，看一下阿卡丽行吧。那个，没事没事，红木头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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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，慢点，可以慢慢的。龙队，龙队，我可以留。看龙队，就看龙队，就看龙队。三一波的，烧完，哎，三到上面，推下打，我推下。我杀了，一波的，想着怎么结束游戏。一波的，三十，一波的，三十。